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今日录节目日子系2020年12月14日，呢度有我新西兰记得台长，仲有社长 Raymond Wong。喂，大家好啊！睇下呢度有份乜嘢，我终于攞到啦。喂，哎呀，咁啊，仲有呢个喺澳洲嘅准 B 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同分享啦，同时亦都可以大家多啲留言交流一下嘅，咁啊继续下壮大中立模式嘅力量。好啦，今节同大家又讨论下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好嘛？咁啊，嗱，系 Google 咧就公布咗今年啊，2020年啊最强劲嘅搜寻排行榜喎。咁啊，我哋先讲下有啲咩人系首热，唔系估一估先好嘛？我估一估啊。第一位是不是好啊？第一位是不是啊？特朗普啊？哦，本地啊？本地话题我谂系第一位应该是罗冠聪，罗冠聪啊？罗冠聪啊？唔系喎，不过佢都上榜嘅。系咁，第一位是乜水啊？第一位系何生啊？何生哇？唔通系何生？系啊？嗰只相系边个啊？咁啊唔系系。何鸿燊先生，哦，今年走了。如果你不說我聽，我還會說何君堯，是不是？不是，因為何生今年什麼走了嘛，所以何君堯那首《戰狼》也很熱啊，《戰狼》《戰狼 Disco》嘛，《心裡的花》，我想要帶你回家。好像不是這個，是彭勇氣的，好似系，唔紧要啦。咁啊，第二位系咩啊？有个斜住身出墙嗰条友，仲有型啦。斜住身出墙，诶，系啊，我 O 噶咯。咁第二位系乜水啊？第二位犀利啦。咁啊，萧山烧肉丸。哇，烧肉丸正。点解要咁？系嗰啲烧肉丸啊？萧若元先生，咁其实点解会咁咧？咁其实咧，我睇到嗰啲人咧留言，梗系啦。大家都搜尋，因為你搜尋蕭若遠，燈神兩個字就彈出嚟因為咧，其實咧，嗱，即係嗰班心黃嗰班咧，就成日都咒阿老蕭嘅，因為唔好再去講啊，復你個機嚇，因為大家睇到，大家都估下老蕭嘅喺呢個美國大選揀邊個，咁好明顯老蕭就係企喺特朗普嗰邊咧，結果嚇。大家搜尋點解佢咁噶？咁啊，蕭若遠燈神就彈出嚟啦。以前咧，老潮咧就係蕭若遠重金比較多啲嘅，而家冇啦，升咗貴啦，都係神咯，都變咗神啦嚇。燈神啊，係啊，佢真係犀利啊！我都好佩服佢啊！我每一次都中對面嗰飯嘅，可以。所以真的冇得定啊！小若元啊，燈神實至名歸嘅。咁啊，好啦，第三位啦，大家又估下係邊位啦？嚇，第三位啊，黃之鋒啦，我諗。哦，佢啊，好不幸，係可能佢誒呢排又真係成日踎金，所以誒佢連入唔到十大。哦，今日中咗阿蔡東尼嗰句話啦，啊，白火烏斯燈啦，啊。啊，你咁樣講又話我哋，哎，仲唔係同啊？仲唔係同呢個冚其二啊一路引啊，成日引用呢、這個蔡東尼嘅説話嚇。咁算啦，咁係兩顆烏絲燈啦，我自己講啦。咁我直情引用埋大妓院添啦，咁代表啲咩啫？我哋笑佢啫嘛，係嘛？哦，係喎、哦，我夠成日引用呢個角阿貴啦，咁唔通我係貴嗰路人？係又好啊，成億美金使喎、啊，係嘛？佢都唔會分俾你啦，係咪啊？同一路人都唔會分俾你啦。再問你攞多幾廿蚊又會，誒、哎、有冇 tips 啊？有冇 tips 啊？嚇 ，take a down CCP 有冇 tips？ 唔係佢可能話啊，兄弟姐妹們，佢最中意講呢句啊，啊，我們的事業啊還沒有成功啊，就誒即係送一送將捐下錢得唔得啊，老細係嘛？即係佢咪請你食翻咩咯？食翻碗羊肉丸子，就一件打仗啊！鬼系咁第三位，第三呢位咧，咁啊系就系林郑月娥嘅。哦，咁啊正常啊，因为呢个正常啊，系嘛？屈蛇讲噶嘛，喺呢个黄蓝共同嘅系啊，四最大公约数啊嘛，啱啊，八面窟窿
卡窿，咁啊林郑冇卡窿嘅，不过就林郑而家冇得窿啊，因为而家佢乜都要使现金啊，银行有窿都要即刻还啊，更何况即系冇啊，即系银行 call 佢窿啦，不过佢冇 call， 好似冇窿，唔知有冇咧吓，冇啊，冇得窿啊而家。你就窿嚟窿去，佢就冇得窿啦，因为佢连出粮都要出现金啊，啊被人制裁，好 Q 惨啊！咁有啲人话咁样唔系好惨啫，咁样呢啲，咁样系呢啲系其实系美国嘅同伙嚟嘅，专登扮嘅咋，要制裁林郑月娥系，系啊，有啲人咁样讲，最大黄丝啊嘛，都扮噶吓，美国扮做嘢啊，系啊。是啊，他说其实他是最大黄丝来的，林郑月娥被人制裁都是呃香港人的咋。那你自己没有自己去申请讲这些东西的，这些人没有自己申请美国制裁你。是啊，没有欺骗添啊，还有那些人。即是不止黄友用欺骗啊，我听到男友捐款都有人用欺骗的。用欺骗啊，我都没有人。我都要筹期。你睇大妓院都有噶，大妓院都有筹期噶。佢话捐款可以打电话去边度噶？咁有钱嘅大妓院都，同埋佢哋有 Benz 登广告嗱，你睇下又有 Benz 登广告啊嗱，真系大大个 Benz 噶嗱，睇下 Benz logo 噶，当然睇唔清楚。冇咁多部冇呢咁嘅优待啊，咩广告都好。咁下一位系咩啊？玉明啊，嗱咁啊排第四嘅就系。就海仔啦，我谂下。海仔个老兄，个老兄啦，上海仔个兄弟。袁国勇啊，袁国勇啊，系大家两个发型真系一 Q 样嘅。我而家唔系，所以有时候洞房，我追击都有追击袁国勇，当然袁国勇系嗱讲错嘢嘅时候都有嘅，但系咧我哋公事公非咧，咁讲错嘅时候我哋都嚼到佢瞓喺度嘅。我谂东房咩睇错咗啊？本嚟想嚼上海仔，点知嚼咗袁国勇？系，所以呢份洞房都系啊，有仇必记嘅。系啊，咁啊要唔要唱翻？即系要唔要好似嗰个《窃听风云》嗰度唱翻首《风云》啊？咩痴痴我在系嘛？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度童年。是谁令青山也变了俗气的嘴脸？又是谁令碧海也变？变作逐流滔天，我依家谂起，即刻谂起方中信啊！系啊，系咁啊，仲有边位啊？台啊，排第五嘅就系、是、之前成日走去啊搞震嘅嗰位余慧明小姐。其实我唔识佢嘅喎，我但系原来佢系嗰个咩医管局员工阵线噶嘛，系嘛？冇错啦，就医管局员工阵线，但系佢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做医护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喺呢个医管局员工阵线嘅主席嘅喎，啊，佢本身系做啲咩后勤嘅，好似啊嗰啲咁嘅嘢啦，仔嗰啲系咪啊？做下文件啊、印啊嗰啲系咪啊？我谂系啦，一系系应该系咁啊。佢话吓唔得啊，唔需要有专业人士加入，我只不代表佢哋，得唔得？得嘅，佢话自己系本土派嘅呢个系。哦，我唔识佢，其实老实讲，对唔住，真系呢个可能见过下啦，有佢啦。咁下一位系乜水啊？话下一位啊，排第六嘅就系李宇轩啊。哦，呢个李宇轩外，而家佢啊喺盐田踎紧啦吓，我相信喺盐田食好住好。啊！而且有一個非常之個西瓜啦，一個西瓜，呢個終於打響咗名堂咯！佢係你好老去，喂大家好，好出名啊！係因為嗰陣時啊，家陣生話：，喂呢個乜水嚟？佢真係唔識喎，咩香聲簡故事啊，定點樣噶嘛？係嘛？又講到自己好似又出席嗰啲咩會議啊，定點樣嘅？跟住家陣生話：，真係唔識佢喎，聽都未聽過喎，咁啊！我真係依家。他是十大里面排第六的，好劲啊！
嗰啲黃黃嘅話佢咩喎？香港版嘅約翰連龍咧，把頭髮似喎，唔係啊嘛？約翰流龍多啲喎，約翰流龍啦，叫佢。因為點解咧？啊，唔好意思，你哋講先，你哋講先。即係點解佢會上到榜咧？同埋會上得咁快，可以上位上到第六咧？因為太多人唔識佢啊嘛。咁啊，又要睇下究竟邊個嚟㗎？咁啊，所以咪撳撳到咁多出嚟咯。係啊，佢擺到 Imagine 嚇我。People 係嘛？有佢啦。依家係唱緊咯，依家可能嚇一路沖喺鹽田沖涼嘅時候一路唱都得啊！啊，有啲網友幾搞笑啊，佢留言問咧話啊，鹽田嗰度咧會唔會有好多嗰啲粗鹽俾佢哋咧磨砂啲皮膚啊洗身啊咁正咁？哇，會唔會咁誇啊？而家鹽田好似已經唔再做唔再產鹽㗎啦，係嘛？係嘛？咁啊，即係唔知喎，要先講啊嘛。礦沙，我知道以前即係我哋啲祖先啊，即係喺呢啲礦區啊，即係呢個淘金年代嘅時候，係攞啲礦沙嚟沖涼啊，幾慘啊，其實。好，咁下一個係乜水？下一個第七位嘅桂炳雄啊！哇，咁啊呢個正常，咁出賊啊嘛嗰陣啊。嗯，咁就都過去啦嚇，即係要還嘅都喺獄中還曬啦，係嘛？嗯。嗯，咁系啊，可以吓、啊，即系都踎咗咁耐，都还就还晒啦，咁算系咁啦，系咪咁啊？呢啲个榜系有冇嗰个大粒字陈同碌街有冇呢个榜？未知，我哋再而家冇第七位啦，我哋继续揭晓到第十位啦。噔噔噔，咁啊，第八位就系袁公仪啊！哇哇，光宗耀祖啊！吓、啊！佢好犀利喎，即系我睇翻佢个走势咧，佢系自从啊系五月二十四号砰一声弹咗上去之后咧，哇一路持续到依家都仲好多人搜寻紧佢嘅，黐线啊！咦，反而佢讲话系社运界最老嘅涉石人啊嘛，真系犀利啊吓！即系佢以前咧啊，如果大家相信啦，大家可以喺网上搜一搜寻佢过去做过啲咩啦。佢以前咧国内咧就做生意啦。有加过唔同同乡会啦，又做过一啲，都做过唔少嘅公益嘅喺国内，但就唔知点解喎，一个屈美十分，佢唔系晒面嘅同乡喎，中国系嘛？真 B C 佢应该唔系涉石人喎，佢爆石人多啲喎。爆石啊！石破天惊，嘣一声，睇下平地一声雷啊！头先阿台都话啦，喂，佢五月咧，嘣一声爆上嚟嘅，咁即系呢个。棘住咗咁耐嘅咧，終於嚇、啊、爆出喎，都冇諗過佢。佢個女嗰啲咩風骨投資有冇上榜啊？冇，我講係投資啫，可能冇啦。人哋查清楚啊，原來你呃人嘅，啊叫人買美金，其實自己全部買呢個人民幣產品嘅，咁啊搞笑啦。買美金而家蝕好多啊，買人民幣有錢賺啦、啊。係咁，當時佢話買美金啲先正常，買人民幣啲傻嘅。買人民幣冇穿冇爛，食叉燒飯。买美金输到金吓，输到得翻啲碎银啊，系嘛？其实就对港纸就唔会输嘅，即系你始终都系一定打冇嘅，你赚少啲咯啊！系，我所以而家对银仔噶啦，所以而家对即系港币再对翻台币都好唔抵啊！系一台币升啊！真系算啦，唔讲唔想象住啦啊！咁啊，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实有嘅系嘛？呢、這个系讲下笑啫。好，噔噔噔噔，第九位，第九位啊！啊，即系估咧都估唔到啊！竟然系嗰个叫做 Miss 潘嘅女人、啊、哦，哇系，佢即系用翻 Miss 你个 Miss 嘅，唔系 MISS 嗰啲嘅，系咪？呢个正常，其实系好多黄色。L 嘅幻想對象嚟嘅，佢係點樣幻想啫？好普通啫，即係一般佢個相，即係如果講相，係其實老實講，長相幾普通嚇。一個招牌壓落嚟都壓死幾件嗰種嘅，係。同埋我諗啊，佢啊咁老啊嘛，係佢咁老，係。不過佢喺網上所嘅説話咧，就一般就好鬼爆嘅，好鬼引誘人嘅。咁啊，相信就因為咁啊，有好多啲嚇啲真係好普通個樣。其實我覺得嗰啲。心亡有唔知谂乜咧？喂，咁我哋芒向编辑部都系咁老啊，咁老又咁言啊，系咁啊，不如咁啊，噔噔噔噔噔，第十位，第十位啊，就系、是、啊罗冠聪，唉、哎，即系大镬，搞咁多嘢都排第十，排第十，梗要啦，啦，
佢 Times 嗰度排第一啊嘛，系嘛？系啊，咁啊，都唔稀罕呢个啦，系嘛？系，明年再争取。Times 喺呢个铜锣湾啊，先得讲唱戏嘢，系嘛？咁其实佢而家就断六亲啦，咁希望佢咩啦？希望佢唔好再翻嚟啦，就咁简单。佢唔会翻嚟噶啦，佢。第一次想象一下就知道佢嗰个走势咧，就一定系唔翻，同埋嗰啲咩张坤阳啊，定点样啊吓？依家就解开咗一档出嚟，应该依家捞许志峰落去做打手咯。啊，你问下许志峰啊，做个热狗，做个身边只热狗做唔做？佢一定嘿做。依家好过做外卖仔啊，啊好过真系送热狗。系好啦，咁啊头先就系、是、啊本地即系香港本地吓、啊、Google。人物十大熱手啊！啊，大家覺得啱唔啱咧？啊，其實覺得都基本符合嘅。咁其實都係差不多啦。咁仲有樣嘢就係、是、話老俏都幾勁喎。其實我睇到嗰啲老俏啲 fans， 哇，蕭生上榜正。即係其實佢哋話嗱，再生嘅人啊，因為阿何生走咗啦嚇，咁啊，再生人最勁嘅老俏啦，佢哋幾開心。老俏係一路持續都有人搜尋佢喎。啊，即係我諗係因為佢喺呢個嘅榜上，即係登得好準嘅，即係樣樣都中咁滯嘅，次次都係咁樣。係，我其實有原因嘅，即係點解 search 好笑？因為咧有時有啲例如某國總統啊，總統大選啊，有一啲咧你覺得好似好五十五十嘅，或者好似好似兩樣都好似得嘅喎，或者有啲對於世界嗰個局勢有啲影響嘅嘢咧，你又自己都覺得。究竟邊一樣咧？係嘛？都自己都模糊不清嘅。咁你睇一睇，你 search 下老蕭有冇講過嘅？你睇下會登死呢樣咪得咯？佢老蕭講咗呢樣嘅，你就哦明啦。相反，咁自己個心咧都定義。網台界有老蕭，即係古壇界就呢個沈大叔係嘛？沈大叔要想借錢咧，借錢就 search 下啦。想借錢好，好啊。橫四財寶啊，佢嗰度叫做。横四街头喎，应该系，大家横四街头都有财务啊。系，好啦，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先吓，拜拜，拜拜。拜拜。